加去2016年嘅索瑞上索一号，仲唔大契索2.索分。呢、这个地方咧叫做平银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宽朝代牛忽银嘅墓，加契喺牛忽银嘅墓嘅墓顶。嗱呢度望过去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佢嘅皇后嘅墓。历史上很好多时候搞错后，以为对面那个帅的帅少少的皇后墓呢是牛忽银的，加上契喺那个呢大的呢就是那个他的皇后墓，后来历史学家呢就搞清楚了，你做大一点的还是那个牛忽银的，皇后还是帅一点。看下那个牛忽银的皇后条讲是那个霍光的女，你看下他的做墓仲大过呢个魏治魏孝嘅嗰个墓，同牛忽银呢个墓咧，基本差唔计。霍光都几硬硬嗰只个，连魏孝即系几个女嘅墓，连魏孝嘅墓更大过。我哋睇下呢个牛忽银呢个墓，好明显睇到嗱呢条沟都似啲海涵噶。明显见人都是明显就旧嗰啲噶，呢条沟都是咧，沿呢条沟咧，人系一条戆兜，然后侧边咧是啲幼稍旧口啲，唔知咩意思。牛忽银呢个墓嘅墓顶咧，但系嘢可能有上百到四百平方嘅幅度啊，好大噶，你睇下，你睇下你几人屋有几大啊？但系嘢可能有四百平方嘅幅度啊。牛忽银咧系宦武大代牛彻同埋佢个妇人教义妇人嘅仔，宦武大代就岳其仔就射其某，射后教义妇人，教义妇人都仲好后生噶啦，可能都系20岁度啲噶啦，被宦武大代居后。嗱，呢度远处嗰个大偷包咧。就是宦武大代姚彻的银，姚彻对这个姚忽银的评价呢叫做壮大度子，该城宦武大代的代位呢其实最黑色的当然就是这个太子姚贵啊，不过姚贵无辜自刎祭死后就阁下这个姚忽银。宦武大代既然对佢嘅评价去壮大肚子，壮大就将系神台，又壮又大又高大，肚子就将系IQ 唔错嗰只。后来嘅历史证明咧，宦武代咧肚子呢个评价咧系基本正确嘅，壮大咧呢、这个就冇办法啦。牛忽银盖外嗰话先得个别墅。宦武代又唔去二声，个灯影能够预测得到，牛忽银以后个神台情况咧。牛忽银死嘅时候只有21岁，索都系索成年后，你家下顶前嘅二声都难以预测，何况宦武代咧？牛忽银就任用呢个霍光。自己田下祭祭呢就洗手招贵等自祭祭招大，就算到21岁招大自孝，牛忽银都去唔趁正，都去搞俾霍光。霍光呢亦更更热已经做嘢，做得这个唔错，所以呢个宦武代打洪流，打到呢个民穷财困，民上吊背，宦武代自孝嘅呢个宦朝代。同埋铁战工人嘅宦顺代，呢个时期叫做呢个宦朝嘅叫做赵顺纵横。既然叫纵横啦，就所以证明牛忽银做到咧仲系唔错噶。宦武代最少冇胎做人。哦，咁大咖啡计。好可惜嘅就係呢
牛黄银洗得走。如果牛黄银能够活得到50岁的话，我小生运气都不错的。牛黄银那种，即系讲咧嗰种隐隐喺个印用呢个佛光呢种存物，佛光系个群神嚟噶，唔好介意噶。佢都能够介意得到佛光，总都描述富二代冇拖住人。牛黄银确实系一个唔错嘅团体，到数一数洗，同埋到以上一数洗。都能够成为这个朝圣众行的足见，都是非常非常自卑。这个看起这个平民的等报望过好细集，我实持有这个黄坑帽等到古陪葬帽了，这个帽身有点水。条讲佛光的帽呢，就是在平银同埋猫银之镜，佛光就系佢牛仔范武大帝牛切牛恶梅，就佢嘅辅政大臣噶，所以咧佢继父做范武代，即系辅助范赵代，所以可能佛光咧就挨得佢个帽就冠咗啲妖冠帽嘅重镜，就呢次推唔到。当然啦，佛光嘅帽肯定系唔系好大噶啦，佢更为自己咁大，都系皇后系一个大人，毕竟佢系皇后，自己佛光只不过系一个大神，确实推唔到佛光嘅帽。好啦，开土啊！